全台销售第一的 Panasonic 电池，你知道它的幕后推手就是本土企业恒隆行。适逢销售电池50周年，特地在庆祝会介绍这款拥有多项金氏世界纪录的 Avolta 钛元素电池，以钛金属打造，让 Avolta 在使用效能上超越碱性电池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庆祝会的现场喽。50周年哇，一次个。わかりますか？好，50周年，迈向下一个更璀璨光辉的50周年。庆祝会上的主角当然就是 Avolta 钛元素电池，不但拿下多项金氏世界纪录之外，也挑战过许多不可能的任务，也因此这找来了台湾极限运动员陈彦博作为他的代言人。在这次比赛，2015年也是我很重大的一年，因为在这一年，第一次。跟 Analoop 这样的合作，也在我2015年我拿到我第一座的国际赛事的冠军，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成为 Analoop 的爱用者。5000メートル高い山5000メートル の滑山岩です。哇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火山岩。 Avolta 钛元素电池代表 Panasonic 将干电池效能推向新高峰，甚至拿下多项金氏世界纪录，也挑战过许多不可能的任务，而在台湾更是国际奥林匹亚机器人大赛的选手们也是指定使用 Avolta 钛元素电池。台湾恒隆行秉持一贯精神，用心倾听每一位消费者的声音，搜罗全球最知名品牌商品。随着 Panasonic Avolta 钛元素电池的推出，台湾恒隆行也将颠覆您对一般电池的想象。此外，庆祝销售 Panasonic 电池50周年，现在购买 Panasonic 电池就送100000家电。活动详情请上官网。接下来，我们来欣赏一段 Panasonic 电池的精彩广告片段。